这个人刚才是医师隔离，可能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要他回家隔离，但是他想到医院的隔离他想不开，就跑到这里撞墙撞晕了，然后他用手把他的那这样嘴巴把他的手咬破了，都流血了，这警察都在这劝他都穿不住了。这是我刚刚碰到的，好无能啊，这个人自己把口罩取了，你是何苦人呢、啊、刚刚这是我碰到的了，刚刚发生的事情，这可能是他妈妈在旁边哭，怎么办咯，这是何死人的这个人。刚才那个警察说，他说是因为他们劝了他劝半天，结果医生要他回个隔离，他不愿意回个隔离，他想在医院里隔离，结果警察又劝了他半天，劝不住，警察在这里，这也没得办法。那墙刚才把我吓死了。